过去高档馆订间拉萨吧。高山一老馆嘛是我老的呀，我哪会去嫌你？对了，你昨天不是讲要去提疫苗，哪会走来参考？那就强强看到会馆，知影光出会啊，还是唔得走来参考，拍摄。哎呦，有什么好拍摄啦？我只是感觉足可惜的，你无在第一时间就听到这个好消息。有啦，我有听到啦。阿辉当然讲要支持你的贝拉美人，等于你爸爸公司社会嘛。是啊，你看袂感觉太神奇了，原本我要放弃啊呢，想袂到代志有遐尼大个转变，而且佫是一个上重要的起面来找我，真心拜访我要找我合作呢。你敢知影？我拄只吼真正足紧足急个，才无欢喜佮大声叫出来。你讲我明仔载去十点爱去签约，以后我贝拉美人就会当伫春风百货的专柜，互所有消费者拢看到啊！你讲这是不是真正太神奇了？英奇，你是安怎？那看起来不是足欢喜的。不好啦，我哪有？平常时我若发生什么欢喜的代志，你一定会比我更加欢喜的啦。你今麦奈看起来有一点仔反常。无啦，我今无代志，奈有袂难受啦。啊，让司机哦去开车，我赶紧哦甲回送出去啦。干咩有等？好。哦，好英奇，你拄我大来，你就听来吼，我替你软软的啦，哈。哎呀，英奇，你若是会听到叫出来啊，莫特别拢这么紧啦，哈。不要紧啊，我无代志。你是看啥？我。英奇，你是不是看到我偷偷把你结婚手机放来，你咧无欢喜啊？无啦。是咧啦。不要紧啊。你若是真正不要紧哦，你就不是这款反应啊。你先听我讲完。今日伫春风百货代志，你嘛知影。卡叔讲，那是因为我的产品比袂起人，那呢我无话讲。也毋过，那是因为我已经结婚的身份失去机会，安尼我会感觉足无公平。所以拄只孙董事长想讲我未结婚的时阵，我才会无讲出来。歹势啦，我偷偷把手机拔落来。我若知影你咧看，我就袂安尼做啊。我你莫安尼啦，是我唔对啦，我无应该出口计较。明明就是我唔对，你搁咧甲我回事嘞？你吼，干那个外事业发展，拢无顾你家己的感受。无啦，是我唔对啦，你无唔对啦，你也唔知讲我有看到啊，啊？唔管你是不是有看到，我拢无应该安尼做啊。管怎讲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我人缘也有够啊，你今仔免去忍受这委屈啊，啊？我不准你安尼讲。我若真正记恨你哦，我以前都袂嫁乎你啊！是啊是啊，是我讲唔对，我不应该安尼讲。哎，英奇，免惊啦，我袂疼啦。你袂疼，我会疼。不管怎，请你应该相信我，我已经我宣布的立场，来支持你，替完成你所有梦想。夏秀玲，快先挂了。这手机哦，我先替你保管，你别记的。明仔载你过来抢用。你真正对我足好的呢，啥物拢为我想，那呢我买为你想才对。来，手机我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刘世美。你看啥？五大时尚杂志一起推荐呢。保养品牌最 hit 的，我贝拉美人是第一名。啊，好帅帅帅帅帅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呀，老婆万岁，老婆第一名，第一名哎！第一名！啊，我真正是，是你所有代志拢对我心安内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哎呀，无咱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，一定要好好庆祝。咱今日就来去吃大餐。
我想了，我暗时来打工嘞。不要紧啦，今日无闲，咱明天去就嘛是同款的啊。你的嘴啊，我回去包上那样带。哎，老婆你啦，你不要包了。啊，免啦，你莫无这么软弱。OK， 来。好大姐，我走掉了，快点！哎，不用挂架了，快来过会。老婆失恋了，你嘛知影讲我较唔知虾米叫做浪漫，最方便哦，你嘛知影我较含慢啦。我若想着讲哦，刚才小布丽姐来送一束花啊，来庆祝你双喜临门，希望你会当家。老公，做啥哩？我做家爷。这束花哈尼大束，还搁再收回花，你就不好了。你哪有哈尼多钱？无啦，你放心啦。我是去拜托吼，之前我打工的花店，你嘛是识去阿中啊。我拜托伊啊，替我去找一挂人外地，也是讲回收的花啦。放心，无开得钱。回收的花，终于回收的啊！哦，你放心啦。我特别吼交代阿中，叫去找人迄专门是咧结婚啊喜气的，绝对唔是人咧送。老婆，你是不是无欢喜啊？没啦，我乃无介意，生命上重要啊，而且吼这回阁真香啊。Emma， 无啦，老婆。我有听讲这花染起不好看，我特别拜托阿中啊，用一挂红色颜料在顶头抹一下。你只要平常啊，管他这一天就够水了。哼！你晚安了，妈了。